大家好，我是Xiaoyue啊。今天我们双招的休息嘛，然后准备在我们双招的菜市场买一点价格最高的一个泸州的特色菜金豆花儿。今天泸州的天气不错，说十一二度嘛，超级热调味的菜了。现在就去买菜啦。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中，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我和你的默契，泸州的天气真的超级热，像我这个帽子，经常带风。就这样牵着你一直走，没有就是喜欢你偷瞄着我。的花花，我爱的你，这都是做金豆花的材料。金豆花其实在泸州是非常受欢迎的，就不只是豆花，里面还有肉呀、豆芽呀，还有这个蘑菇呀，还有西红柿这些，就特别的。然后再加一个辣椒、胡椒、油蘸料的话，就完美。西红柿还有豆芽。下起了一场的现在这个豆花买多了，只用一灯就行了，把它切成片。的甜蜜干脆就让我陪你淋雨，橘子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中，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我和你这是昆豆花的上子素菜，牵着我的心跳跟你走，素菜是豆腐。现在加一点猪油，浇点水，然后煮豆芽，豆芽就放在那个汤汁的下面。现在这边这个平菇烧软以后，就放入我们的豆花儿。豆花要轻轻的放进去。现在把这个豌豆花倒入这个豆芽里面。哇，完美，真棒！现在放入葱花，灵魂葱花，满满的一道。哎，香米，我干嘛呢？我还叫来的人，这是用沪江油调的海椒辣椒，这是个绝配。好了，我们吃饭了，这期的视频就是这里了，下期见，拜拜。